接，然后他可以征收出来。对啊，无一定的迄落，就照白班的安尼啊。啊，你从家里去做啊？嘿，我来找代收的船长去。我因为公司有需要。哦，叫他去做啊。对，他差一个工作室。啊。很好玩吧？一只脚，一只脚能搬动啊？搬动。嘿。哦，啊，刚才问海那个是30000。嘿，问海30000呢？啊，迄货柜船扛游轮没变质啊？哦，然后呢？是啊，高雄港啊，第一港口啊。不知道，我们昨天在博尔那边弄手工，好像没创啥。没啦，有啦，你博尔底下啊。我刚刚五尊，在创啥？我们还这么忙碌哎。对呀，我们在那边站一会儿，已经三艘了呢。对。它的三架，的三个引水啊。对，没错。对呀，对呀。工作起来拿我哟。接台，那叫做什么爬上去的？它要悬梯啊！哦，就是啊，船靠过去，跳过去，然后按着悬梯爬起来啊！哦，又转到另外一个频道。那这台现在是要开什么？靠码头啊！码头在哪？我不晓得。哥，那为什么这么里面这么多船在那个？为什么还会有一大船、一堆船在外面转？还没有码头啊。哦。啊，有时候你爬那个博站，那个毛青比较便宜啊。这几排就顺等的那块钱呢。这个进来就要钱呢。多少钱呢？进来就要钱。因为它等不及吗？它小啊。我要等补给啊。不是有那个船的补给都有半年以上的了，那伙食。哦，那么久啊。那有时候这个靠港一个月一个礼拜就靠港了，那一个港口在补给啊。嗯啊，比我靠港小的。较贵耶。我靠港小啊。那是宝马较小。在海。战马也比较小。哦，系啊，就在外面比较便宜。啊，补给不一定，补给像那个拢，咱就船顶拢贵三三。哦。拢代理人来谈。水银海那要靠，然后介绍说它的码头在中间那个前镇河出海口那里。哦，这边会。椰背头伫迄个中油的出运站，啊，伊要中油客，因为伊用载迄个化学的物件。嗯哼。因为伊这只的迄个货仓是镀锌的大阿的，啊，大阿有可能就是放腐蚀性的东西。不，装卸后的跟的那个不一样，装跟卸。哎、哦，讲越省一层，越用越烫，越高高塔。他是对那个卸在那边而已。对啊，那是对他岸的。啊，卸在那边，然后底下那个货车在装。江是货车。啊，是各行各业啊，啊你那个。唔知影这个行业嘅，安尼看，安处理处理啊。这个唔知啊，重点是唔知啊。然后船，就像船，就唔带渔船同款，唔讲每一种渔船都可以捕任何一种鱼种。对啊，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讲这船，唔是船啊，会当载任何一种有特殊的一环性。对啊，你讲。化学药品、水泥诶，水泥船化学药品都不一样的啦。对啊。啊，货柜船就不一样啊。对啊。啊，那个黄黄的那个是什么样子啊？我不知道。那个只能上架船屋啊。哦，是哦。哎，这个哈、哦，它可以沉下去。沉到海里。沉到海里，啊，然后船开进去，然后再浮上来。哦，船屋哦。哎，只能脚给你坐那个小船哦。蛮大船呐，有那大船的呀。是哦。嗯。船屋哦。屋的是一个土一个。
乌鸦的乌。哦，那个船屋哦。船屋，它、okay. 就类似像那个船厂他们的固定式船屋的修理准的啦。好好好。啊，那个就是浮动船屋，它可以上下，它可以加压山水的顶落，啊，放压山水的铺起来。哦、oh, ，OK。而且它移动式的。哦、oh, okay.。只要是过身的事。好好好好，自己够亲密的当然。